晨间第一次去海钓场钓完回来，就要去丽水钓。对，晚上要去丽水钓了。原本是说钓五谷鱼啊，刚好今天风不大，然后天气也比较很冷，就可以去走走玩玩。希望人不要很多。你放了 N 枪之后，终于中一只了，气死了，一直抖抖抖抖不停。有一只肚子很大的阿丁起来了，不知道吃了多少饵。看来今天又是生仔丁之夜了。我的大黑格什么时候会出现？又成人生中第一次中鱼，应该说第一次拉起来。第一次拉起来。对，这个就是生仔丁。第一次中鱼，生仔丁。好小只啊！恭喜你，这边是不是还这么大？怎么那么大？看运气啊，看什么时候可以钓一只大的。我就是要等这边钓到一只大的，我要毕业了。跟他要了一点青虫下去，阿丁马上咬。再来，阿丁就不录了。最后结算再算一下有几只就好了。来哟、哦、来哟、哦，今天第一只黑格中了哦，而且是我的鸡肝耳，看来有黑格钓了。来了一只手掌大黑格，不错哦。对不到，对不到，总对不到焦。哎，哎呦，这只最大只，本命最大只，手掌大黑格。对啊，对不到焦，对不到焦，真的。它也是鸡肝，是它吃虫。不错，哦，我的杆子在抖了，我的杆子在抖了，抖了两下。